练起手部速度呢，速度球一定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训练方式啊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速度球的一个简单的训练方法，非常非常简单。因为之后呢，我会循序渐进的给大家讲更多关于速度球的一些训练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找一个速度球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记住弹起来之后呢，是额头这个位置高度就 OK。然后打出去的轨迹呢是一、二、三，碰三下，碰完之后呢，再进行第二次敲击。敲的时候呢，是用这个位置来敲，手臂呢平行这样子放，然后放松。做的时候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小手臂在运动啊，肩膀放松。看一下啊，一、一定要放松。非常简单，学会了吗？